来吧兄弟们，大黑又推走了，看带上咱小出头，又知道我要干嘛了吧，挖掘证据出发，继续开喽，挖竹叶撑的洞。哎，这来了一个，这个就是竹叶撑的洞口，撒上一点关节岩，静静的等着出货。看，已经往外排水了，马上就要出来了。喊上了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，嘿嘿，它出来了。这种又好吃又好玩的竹叶撑，你们喜欢的，觉得好玩的，留下免费的双击，看我干野直播。